国际部还有韩语课，这是为什么？但是说听说国际部那里是选修的，他们还有选修这一说的，为什么我在国内部？为什么？那个人跟我说，你的中文太好了，所以来国内部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要去国内部要被韩国人打死的。天，所以那国际部主任还是挺好的，把我调到国内部去了，没让我在国际部待着，那我就死惨了已经。天，第几天了？好，谢谢提醒，第十六天了，这是。所以我们要怎么上去呢？这个，对，这样上去，非常非常正确，就是这样，完全没问题。天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去国际部，非常非常庆幸没被韩国人打死。啊，这样挺好，哎，这样挺好的嘛，就是一个楼梯，然后我们再做高几层。做很多的梯子，你做梯子多不高大上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好多人问我 BGM 是什么，为什么你们看不到那个东西？不对，那个，我手指举不到，就那个上面那个 BGM， 那个滑动的字就是 BGM。啊天 ，CC 敢往那儿拍人吗？什么东西 ？C 手好短，谢谢。就这分辨率不行。分辨率比例不对，它是4:3的，不是16:9的，那玩意就宽了。对的，而且我又伸进去了一点，也只能这样。好了，那么把这个再铺上去一点。所以这种老师就非常好的那种，不管你的老师。还有就是副课嘛，副课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副课啊，副课是最有意思的，所以副课我都很认真听。然后英语课呢，英语课基本上我就是在睡觉，然后。语文老师是个问题，他绝对有问题，他说话绝对有问题，我觉得他有问题，我觉得他肯定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话像唱京剧一样，这感觉就是非常的令人不爽，就像你打开 CCTV 11的时候，你就马上想把电视机砸了那种感觉，知道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天，所以他说话呢就是这样子，西兰，你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 ，Minecraft 里面要怎么做一个楼梯？就这样，非常非常烦人，真的是这样。非常烦人，太烦人了，想抽人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还要装笑，然后上课很那个什么的样子，很高兴的样子，就这样。太恐怖了，这就差不多这样子，这是我 学校生活，非常恶心，不是非常恶心，但是有点恶心啊。天，我要怎么上去？这样吗？好 ，CC 中文姓季，你全家都姓季。我有中文名字和我英文名字一样的，知道吗？这为什么我叫西兰？我绰号叫西兰，被徐府叫的。天哪！西兰把瞭望塔一层铺满水，不然摔死，摔死就摔死，我才不管，我摔不摔死，摔就摔死吧。什么叫去多多一定迟到？哇哇，吓死我！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对，这里不能扑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这样，好的，好。羞耻 play 是什么？什么叫羞耻 play？ 为什么叫 play？ 啊，羞耻玩。去多多一定吃到黄色的石头，哈哈！这是小学生在用智能 ABC 打字吗？天，神作，差点神作，怪物 QQ， 为什么好多人名字前面都有 QQ 哦？这为什么？谁告诉我为什么？我还有数秒吗？11个，快种下来！啊，谁告诉我羞耻 play 是什么意思？斗鱼延迟比波狗好多了，对啊。谁说我叫季西兰？啊，天 ，CC 你的小麦好了，
啊，我小麦好了，对，还没好，我要等它全部好了，全部熟了。啊，我要把这里变成树林，我要保护大自然。广义的羞耻 play， 视线主体在骑行，然后没了。你这个有点厉害，这个解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糟糕，糟糕是什么？糟糕是糟糕，什么？对，没什么，打不了字，打不了字。你智能 ABC 出错了还是什么？谁到现在还在用智能 ABC 的，先举个手。我反正没有在用智能 ABC。视线主体在其行为中获得羞耻感、耻辱感，就是 M 这个意思哦。哦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这么骂我，我很、哦、没有，这么说我很开心。男子因西瓜不熟，捅人逃亡20年。这腾讯网刚出来的，为什么他总是给我弹窗？我不想让他给我弹窗，他又不是新闻客户端，干嘛给我这些东西？狭隘的羞耻 play 与广义的羞耻 play， 然后没了。你怎么都这么厉害啊？你们西兰，你吃西兰花吗？我最讨厌吃西兰花了，真的最讨厌吃西兰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讨厌西兰花。天，哎，不对，这不可以合上。对，这样，然后，对，字数有限制，那你分开打呗。我最讨厌吃西兰花，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就觉得东西很硬，然后吃起来又不是什么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然后就搞不懂为什么别人吃牛蛙，是第一个搞不懂，第二个搞不懂是为什么有人吃芹菜，第三个搞不懂是为什么有人吃茄子，我说茄子也挺好吃，第二个看你怎么做，但是学校那种啊，那就呵呵呵呵，对吧？天，我们再去那个凯歇树，然后还有就是必胜客啊，必胜客那个不叫披萨，那个叫中国式盖浇饼啊，就是你做完一个饼之后，再炒几个菜，然后把它盖上去，这叫盖浇饼，那不叫披萨，那放点奶酪上去，那更不叫披萨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做完盖浇饼之后，然后放些奶酪上去，想冒充披萨那是不可能的。思思以后会离开中国吗？啊，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可能在这儿注册个公司，不是，这个没关系。但是你知道在中国注册个公司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合伙？传这些东西，我问我哥，很麻烦。对，所以这里肯定不能注册公司，对不对？叫 D Nation 公司，有点厉害。啊，这个，我去，你离开，我的互联网是全世界的，你离开我们怎么办？我去年5月份开始做视频，到8月份一直在比利时啊，怎么也没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还需要那个木头。我想去上海找你啊，我不想让你找我，可以吗？不是，你我，对不对？没人想让你找我，不是你到上海，我就要来见你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以后粉丝更多，那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玩，我觉得现在就完了。这么多人想来找我，好像我真的欢迎他们。对，不是，为什么？这瞭望塔有点厉害，对，是非常厉害。但还没做好呢，干嘛要这样说？还要砍木头，把这木头全砍了。谁来找？算了，我可以趴在你家窗户看你睡觉。哇，变态这人，变态，趴在我家窗户，我家住26楼，你趴在我家窗户上。也厉害厉害，不是 DJ 你还会来干我吗？这名字有点厉害啊！这树为什么都长这么奇葩，让我很难做人，很难做 CC。 睡在你旁边，哦，我的天，有点恶心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都太恐怖啊！好，我才这么点木头，还需要砍木头。歪脖子树，对，这个歪脖子树，这树太难砍了，不砍了。这游戏叫 Minecraft， 对，这游戏叫 Minecraft。好，太高了，你这瞭望塔啊，不是，这树太高还是瞭望塔太高了？我可以把树当成瞭望塔也可以。我先去睡觉吧。第16，
我们一天直播了这么多集，这有点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德鱼的美女主播西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 Minecraft， Minecraft， 唱歌系列。你算算，我算算脑海里啊，谢谢大家说我唱歌好听，我非常感动呢。你给我送个花好吗？啊，这样子，这就是 YY。我怎么每一集都要黑 YY？ 你们逼的，这你们逼的。C 如果 C 在比利时做视频呢，还会说中文吗？会越来越烂，这是肯定的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到其他国家，我的中文就会越来越烂。然后我到这里，我就完全忘了荷兰语怎么说了。